是王俊凯，一起欢呼吧！中国航天又一次让我们骄傲。东方红一号，你一定也看到了吧？航天的征途都是从你这里开始的。50年前，大家都为一个目标奋斗：部件自己造，数据自己算。3、2、1，点火！终于成功将你送上太空，从此开启了属于中国的航天梦。接着，我们圆了飞天的愿望，实现了太空漫步。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。汉武加油！长征速递，使命必达！耶！地上宇宙发射！探索一个又一个未知的星球，未来还有更远的征途在等着我们。中国航天，哇！肯德基旺桶中国航天季来了，招牌美味随心配，爱吃的都点上。现在点旺桶享8折，点桶就能咪咕视频会员，抽火箭碎片礼盒，还有机会抽现场观看火箭发射之旅参与名额。旺桶中国航天季只在肯德基宅急送，你的宅急送旺桶来了。